当克拉玛中将抵达金门的时候，金防部司令官曾经在机场欢迎他，然后他展开了一连串的参观行程，首先参观前线强大的各项军事设施和金门的历史文物。同时，克拉玛中将对金门防区利用科学方法对共匪新战获得的辉煌成就非常赞扬，他也实地了解了金门政经文教等各方面进步的情形，认为金门的坚强跟壮大已经成为自由世界提供了安全的力量。